你醒了，以后你就住这里，里面是我的房间。哦，林小姐，你没事了吧？我只是惊吓过度，体力不支。医生说你伤的比较重。没什么，这点伤不算什么，我过几天就好了。 昨天还好有你，不然我……这都是职责所在。只要有我在，我就不会让你再出这样的事。虽然保护我是你的职责，但你也是因为我受了伤，谢谢你。 林小姐突然对我这么客气，我倒有点不习惯。我可记得，昨天上午你还说我是你的杀父仇人呢。你舍命救我，我很感谢你，但这并不能说明你不是杀我爸的凶手。林小姐还是不相信我。医生说伤口不浅，记得上药。 林小姐，这是第三次交给你了。事不过三，你可要好好保管，别再丢了。有你最亲爱的父亲和最信任的未婚夫作证，林小姐还是不相信我吗？但是，谋财害命不是我做人的准则。爸，我到底应不应该相信他？